哦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又来到敬拜赞美我们主的时间。我今天要特别邀请那些在困苦中、在人生的低谷当中的弟兄姐妹们，好，与我一起来向主坚立我们的心志。主啊，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你一直带领我们，即使我们在人生的低谷当中、在困苦当中，不管在依然不放弃我们。在母亲今天，我们要继续在你的引领底下，我们要奔跑你的路程。赞美主。每个狂风暴雨里，你同在在哪里？每个难处低谷里，你恩典在哪里？每个伤心失望里，你爱我爱到底。在你爱的光中，我得着能力。每个狂风暴雨里，你同在在哪里？每个难处低谷里，你恩典在哪里？每个伤心失望里，你爱我爱到底。爱的光中，我的照能力，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爱你。主啊，我们要跟随你，感谢你。前主啊，我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基督也为我们受过，给我们留下榜样，叫我们能够跟随你。在哪里？每个伤心失望里，你爱我爱到底，在你爱的光中，我得着能力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。失望，失望，施展至情。
哦，是的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不管我们在怎么样人生的低谷当中，不管我们现在所受的阻难，不管我们所受的捆绑有多大，我们总是要跟随我们的主，我们要奔跑不放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就在这敬拜赞美的后面，我们将我们祷告来献上给我们主，我们赞美他。哦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现在就将我们的困难，我们需要的医治来向我们的主来呼求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我们的主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看顾我们的困难，看顾我们的身体，看顾我们的软弱。感谢你啊，帮助，求你帮助我，感谢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我们，扶持我们。各位知道你的力量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来赞美他，来向他来呼求。主，我们同行在你面前，以祷告寻求你面。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，定义单单跟随你。是属你的子民，就赐下父神的心。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，也要看见父亲。我们呼求你阿爸，这里你宝座在这地，你闭着眼看作何决定，奉主名的呼求，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荣耀高举。Bye.
在这个时候将我们的祷告来献上给我们的主，我们来赞美他。哦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早已经将他的恩典赐下，就在我们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，我们来感谢他的恩典，就感谢他及时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，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才有这些一切救赎美好的恩典。让我们来一起来赞美他。你的我拿起这里，我纪念你亲爱耶稣，十架上换回我生命，使我回到天父面前。每当我拿起你这杯，我感谢你，我的耶稣，你宝血加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，我感恩我敬拜的一切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。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，随地生命得以完全，我感恩我敬拜的意志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心间。
加上我对你生命的一完全，我感恩我敬拜的意志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，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，我随你生命得以完全，我感恩我敬拜得以值得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。为我们舍了我们的身体，用你的血与我们立下新约，哈利路亚！真的是哦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就在这敬拜赞美的最后，让我们来思念我们主的恩典，并以我们的祷告来回应他如此大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赞美他。